来个冷吃三拼，鸭，这是鸭肠，脆脆的，毛肚，它这一份的量可真不小。贡菜，里边所有的东西都是自己带的。回去直接打开，然后把料放上去，一拌就完事了。出去野炊啊，干嘛的，都可以带上，巨好吃。鸭肠也不会说腥，就是脆脆的那种。牛肉热面，两天之内必须得来一碗。它这个汤特别开胃。
菜馅大饺子。真咸。酸菜我挂左下角，这酸菜品质真好。这种来点红烧牛排，燕一的红烧料有活动，平时发6包，今天发8包。我任何东西都没放，你们可以用这个料做红烧肉，然后里边加点红枣，就出来之后就奶香奶香的，就枣香枣香的。